由自工资管及由联合举办迎新活动，迎新晚会正式开始。Thank you.
广东呢？好啊。信任呢？好啊。玩了一天累不累啊？不累。今天弄了那么久，是不是该换我们表演给你们看的？对。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期待我们的表演呢？表演之前，我们想跟你们先过气，好不好？好。只要我们只要说掌声，你们就要。那我说尖叫。那掌声加尖叫。大家记得哦，这以后我们就这样培养默契，这样比较好，你知道吗？比较好主持的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干，可以吗？萤火舞你们觉得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男生可是都穿脱着衣服呢。真的哈、哦？那你们正妹？有。在哪里？谢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介绍几个来宾。首先呢，是我们非常伟大的科尔之族的佳姐。是我们行游系的何主任，还有各职组非常辛苦的阿吉哥，电通系会长渣渣，数位系会长豆豆，学生会会长小二。介绍这些 ，OK。那么现在我们准备再来第一个表演，是什么？好像是一首韩文歌，很帅的韩文歌。很帅，不知道什么。那我就不帅呢，那我们要请大家见证一下 ，OK。哦，我知道是哪一首。好，那我们欢迎郑凡。
那观众中间呢，不用害羞，不用害羞。素颜看起来一点都不害羞，来过来。对，你不要，你看不惯。来，来这个，再开始啊，过来。赶快哦！来，自己 Q 啊。
继续。
大家好，我们是第三小队。现在地点是在台淡水捷运站。表演开始了哦。开始哦。离我远一点哦，不好意思。往前一点，请往前。再往前一点。再往前一点。阿曼怎么还没来？现在水门快开了，怎么办啊？ Hello， 欢迎莅临台淡水捷运站。现在在月台里面，两个人在等火车捷运。上方有人一直在摸我屁股。哪边哪边？啊！有事啦，有事啦！哪里哪里？发生什么事？是他是他，色狼？怎么可能？我都看到了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这种鬼变态！你不要走，去死！喂，一九，捷哦一零，捷运站淡水捷运站，现在这边有一个色狼，请麻烦派一个人。查到是他色狼，把他带走，谢谢。好，表演结束，谢谢。后面妹，那今天给他抬走一下好不好？哎，那刚刚色狼。Thank you.